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，是我的第24年。时至今日，我有2/3的人生都献给了这个舞台。这一路走来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有欣喜雀跃，也有伤心欲绝。但是我知道，我并不是一个人。无论我经历了多少次的困难和打击，因为有你们，让我有勇气可以勇敢地面对一切。因为有你们，让我可以张开双臂，自在地飞翔，尽情地追逐梦想。因为有你们，我很确定可以跨越任何的阻碍。因为